那我欢迎观看小欧游台湾，这集为各位介绍位于彰化县彰化市八卦山步道宇宙附近的景点。如果有想要来这边参观，开车的民众可开至彰化交流道之后，转往八卦山步道到达这里。坐车民众可搭乘18路公车，就可以到达后面。简单介绍一下八卦山大佛，那建于民国50年，然后早期的时候也是抗日的基地。八卦山大佛是这边最有名的。这里现在就是位在八卦山大佛游客服务中心这里，然后这边附近有很多景点都可以逛，但是最有名的就是八卦山大佛。然后它这个天空步道也是很有名的，可以冲到整个园区的天空可以冲到。我这边还有很多庙宇的，很多店呢。我等下不是逛下这附近的景点，等下我们就从那个游客中心这里出发，我逛下这附近的景点。然后对面就是八卦山大佛的，那个是一定要逛的景点的，那就出发。这边有个灯会的导览图啊，哦，还有荣耀兔啊、甜蜜兔，哇，各种不一样的兔子啊，因为今年是兔年嘛。我看一下这两侧，哇，这是大佛。前面这边又有灯会场地啊，我看起来这些雕像，我对我们的心理是很有关系的。其实因为夏日啊，也是有多人的，蛮热闹的。我旁边这边有一些美食摊贩了，哇！我前方就是好久没在大火了。上完大火这里参拜一下，相当神圣庄严。我最后就是八卦山大火。神佛的像王，后来遭到猎杀，他是释迦牟尼佛的前身啊。哇，这真是长了知识啊！难怪很多庙，佛祖庙还是菩萨庙门口都会有大象啊。等一下走一圈，要有那个魂道。我可以看风景，看得比较清楚。一览无遗。哇，等会儿是个相当热闹的城市。
我下面这里就是九龙池啊，我顾名思义就是有九条龙，我在里面啊，池子里面，刚刚时刻。这里又大多市集了，我们到一个观光景点了，几乎都会有很多市集。我们到一个地方啊，都会卖那个美食。我彰化肉丸。我在逛这个，不出去要买个美食来吃。大肠包小肠，想出来玩啊，吃吃喝喝的。我叫一碗，去了人就很多。对，很多卖鱿鱼丝的。很奇怪，不是海边街很多卖鱿鱼丝。两个月不见，拿起我腰包。我在街头艺人，我就像走下天空步道啊。看一下身后这天空步道啊，看七个出入口啊，连成。一公里，好，等下我们就是走下这个步道啊，我散散步看一下风景，我就出了。我看一下这天空步道相当不错，我还可以看到整个彰化的风景，我相当棒。走下这个步道啊，看一下风景啊。锻炼一下身体啊，对你相当棒。这里要看到这附近的风景，哇，相当棒！哇，风景优美。哇，很多长者啊，都在这边散步啊，练身体。哇，相当棒。非常不错的天空步道，我刚才这边一个水梯，哇，是蛮特别的，哇，走这个步道相当好，这步道相当不错，在上面看看风景，还有不用怕说被车子噎到了。前面一个国军公园塔，我面积18公顷，民国51年完工的国军官兵安息的场所，我在右前方那里。前面有一个不会的兔子，梦想兔。我送到这里有个荣耀兔。相当不错。哎，前面就是灯会主题啊，好运气！我在主题灯会啊，都在东西里面逛逛。可以逛个景点。而且摊贩啊，好吃的，我吃那个热狗，炭烤鱿鱼，我还有冰淇淋，烧仙草，也有一些原创基地的，
也是有一些卖吃的啊。我这边很有特色的餐厅呢。哦，饮品专卖店。也是规划的蛮不错的，我卖一些饮品。小客厅，哇，这边有个食物小餐馆，哇塞，这边有个食物小餐馆，然后他饿了这里又一些商家，你再逛一下，我这边还有就是店家，我觉得那个庆创基地。木板画，小岛计划，这边都是一些那个文创基地，是相当不错。哇，还有古琴。宁静松平镇，还有个知情圈呢，我是文昌基地啊，老客厅啊，哦，这样你要想想了，是蛮典雅的哦，看起来相当不错。这个，对，棒蛋糕，对，它这种餐点是，餐点还有，对，都没有播了，没有附饮料，啊，这个没有附饮料吗？附饮料，没有饮料吗？套餐就是有鸭跟菜。哦。没有，是想吃这个肉桂卷。那就是布朗尼啊。布朗尼哦。对，我们的布朗尼。布朗尼是。巧克力蛋糕。巧克力蛋糕。哦。是布朗尼啊。一个布朗尼。对啊。一个那个云朵奶茶，云朵奶茶要冰的还是热的？热的，热的好了。好，热的。嗯。是内用还是外带？对，内用好了。内用。嗯。好。哎，这样是150。
要到心灵之旅，丰富你的心灵，忘却一切烦恼。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